小童，你这吃的什么药啊？没什么事，一点小毛病。但是我看到的是血液肿瘤。淑妃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我希望你不要过问。小童平时看上去就病殃殃的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 蓝天，小童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刚刚看到他吃的药，药袋上写着血液肿瘤，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好像情况很不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问过小童没有？问过了，可是他好像很不高兴，说不让我过问他的私事。那就不要问。可是。 淑妃，不管他得了什么病，我们都无能为力。所以，他真的生病了吗？那是什么病啊？该不会是白血病什么的吧？淋巴癌。淋巴癌？天哪！他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。 以前，小童姐和我老舅感情很好，而且经常来我们家。我妈、我外婆、姨婆他们都很喜欢小童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小童姐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听我妈说，小童姐忽然不告而别，甩了我老舅。难道当年小童不告而别离开蓝天，是因为她的病吗？ 生病了，是什么病啊？很严重的病，是淋巴癌。怎么会生这种病呢？蓝天他知道吗？他知道。那李晓彤那时候不辞而别，不会就是因为他生病了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可真得担心了。